正当每一战事一触即发之时，美军航母上一名水兵突然失踪，位置临近伊朗海域，美网友怀疑是伊朗干的，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。在美国和伊朗不断的政治与军事加码下，中东波斯湾区域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危险的火药桶。